其实我可以自己去公司的，你真的不用送我。再说了，现在在风口浪尖上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对我们两个都不好，对吧？陆不言，你跟媒体这么熟，干脆把消息给撤了吧。难道你就这么担心被人误会什么？干嘛？你要曝光啊？哎，千万别啊！要是我被扒出来了，韩若曦这么多粉丝，那我以后就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写小说了。所以写小说对你来说那么重要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将来会出一本属于自己的小说，会受到很多读者的喜欢的。哎，你说你每天这么日理万机的，要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被曝光了，你还要去营造一个好丈夫的假象，这得多累呀！还有啊，你和韩若曦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要是就这么散了，这得多可惜呀！你还挺会替别人操心的嘛。你再说了，我们可是有过约定的，在一起也就一年的时间。喂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下车。啊？你好歹把我放在一个好打车的地方嘛！哇，你会不会太难伺候了？你不是不想被人发现吗？下车。行。完了完了，开会要迟到了。干嘛呢？跑步上班。跑步上班那么健康，啊，你是不是准备要孩子了？你就别拿我开玩笑。我说，你昨天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，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。哎呀，我的错，我怎么知道他会来呢？哎，对了，今天中午我请你吃大餐，算是补偿了。成交。怎么，又没灵感了？昨天在商场的时候，有人拍到我跟陆贝烟的照片。那怎么办？如果这件事曝光，你们可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这不是让他再想办法了吗？我就知道，你为了我，不会爱上陆博言的。一会儿去，开车。陆总，你没告诉苏小姐我们换完车去接她吗？要不……别迟到了。韩小姐您好，听说你要参加陆氏集团今年的战略发布会，并作为形象大使出席，是否收到了陆总的邀请？我和博言多年来呢，一直在事业和生活中相伴，可以算是见证了陆氏集团一路的发展，所以。韩姐，陆总和你提过这个女人吗？她是谁啊？说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妹。那你怎么不和记者解释啊？我和博言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远房表妹。而且从他们俩的相处方式来看，根本就不是兄妹。
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开会。给你们一天天的稿费给高了是不是？都坐好，都快点啊！啊，那个大家都到齐了，那咱们就开始。现在啊，咱们陶然文学网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，希望大家积极迎合市场与文学网的变化。在这里，我要重点表扬一下苏简安，啊，他的新小说点击量，那已经上升到了 top 20，啊，而且反响也非常不错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好，后续啊，我们将挑选咱们社内优秀的作品，进行这个影视、动漫等延伸产品的商业开发。蒋二凯，哟。发行商务合作的工作我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小子给我好好干，别给我掉链子，一定好干，不掉链子。谢各位。下面进行下一个项目创作方向的